第三个同八字啊，今天呢、啊、就一个网友，嗯，他就传了微信给我，那我们来看看他呢里面呢是说了什么？说，谁？嗯，怎么老是按到来来来来来，我们看，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就呢传了一个影片，他就说，哎，这个影片，钟老师你好，我无意中看到你这个视频，很巧合。 我也是相同八字，现在已经在假身运了。哦，这个这一部影片的八字刚好呢，诶、哎，跟他有符合哦。嗯，再看一下，嗯，那时候，嗯，哦，老师还有讲到六分钟哦，我靠，妈，我现在有六分钟的视频已经很少了哦，可见那时候呢，这个影片呢、啊，应该都是一两年前的。那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呃，没有啊，呃、哦，我只是觉得很有缘啊，我我当然就回他相同八字。 是不同命的，所以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要走。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说呢，其实啊，跟我里面所讲的跟他差不多哦。他是在假身运事业运呢开始呢在好转啊，所以啊，我就跟他讲，那只是八字相同了，没代表什么意义了啊。但是呢，各位，你可以知道一件事，你可以知道什么事？ 就是呢，刚好我里面讲的这个八字跟他一样，而且呢，我应该也是有讲到后面的这个运程，然后跟他的状况差不多，跟他的状况差不多，所以呢，他才会呢微信给我，然后跟我讲说有这一种的情况。当然我不认识他哦，说真的我不认识他，那我只能够说同八字，他只会相类似的运势。 了不了解同八字，它只会有相类似的运势，但是呢，不见得大家都会一样，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你要记得一件事为什么我常常跟你们讲说八字不会决定你到底会怎么样？因为决定命的因素，我写给你看，决定命的因素有风水，风水可以决定啊，西方的身心灵可以决定啊。 你不要以为西方的没有用啊，可以啊，对不对？身心灵多厉害、啊、曾经有一个实验，什么实验？这个人本身是人格分裂症，结果呢，他某一个人格他被烫到了，身上起水泡，他突然转换另外一个人格，这个人格没有被烫到的经验，他身上的水泡马上恢复正常。所以，嗯，这是什么？难道没有效吗？他马上改变啊！ 那还有什么医学呀、啊？你生病要死掉了，医生他的巧妙医术帮你呢起死回生。各位，医学也可以改变命运啊！哎，这么多东西哎，都可以改变命运哎。各位，吃也可以啊。为什么某些地方的人比较长寿？他都吃什么、哦？ 吃也可以啊，谁跟你说一定要八字，对不对？谁跟你说一定要八字？所以其实啊，影响我们的因素太多太多了，不是只有单一因素而已。所以我们要很明确的知道，说八字它代表的是什么？八字它就时间对你的影响。 时间对你的影响，然后你要去掌握，但是你当时候能不能掌握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还会再再的影响你。就像我的学生，他跟我讲：“老师，我什么时候有真命天子？”我就跟他讲：“你在上个大运这几年可以结婚，为什么不结婚？”各位八字角是绝对的话，他必定要结婚，但是为什么没有结婚？风水的影响。 心态的影响啊，说不定呢，身体上的影响，或者呢，当时候不知道吃吃什么。各位，吃东西是会影响人的思虑的哦。例如啊，你只要爱吃薯条，你会薯条就是马铃薯，你会非常爱自由，不爱管教，不爱被人家管。只要你是出吃那一种地瓜，你会变得乖乖牌的、哦。吃东西也会把人的个性改掉、哦，所以。 因为八字它只是时间对你的一个影响，你当时候会下什么决定，还有很多外力会在影响你啊。所以，我只是会跟你讲说，八字啊，它并不是所谓的绝对，八字不绝对，八字它是一个呢，所谓的时间上的机会。那你要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相同八字。 其实他们的感受，你不要以为一样，因为每个人所处的这个位置不见得一样啊。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见得一样。例如，同样的八字，现在是在财运好，官运不好。同样的八字都是这个象啊，可是呢，他假如是在做生意的，他会觉得，哎，还不错啊，我赚了很多钱啊。 他认为还不错，可是他脚呢是在工作职场的，他就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差？啊？因为他的官运出问题啊。他工作职场，他看的是官运，他不是看财运啊。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他自然就觉得我怎么这时候过得那么差？哎，可是他们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八字，所以啊，相同八字不代表什么，它只代表了时间对你的影响是一样的，机会出来了。 还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你去做这个决定，否则八字只要是绝对的话，各位今天哦，嗯，不用。今天最棒的就是命理师，命理师讲的话跟神一样，来不要解？哦，命理师哦，这一门学术哦，跟你说我讲什么你们就怎么样了，但是就不是嘛。所以啊，不要把八字呢当做太重要。我常常讲啊，你你与其啊在那边。 八字会对你怎么样？你倒不如好好的努力，把你自己提升起来，把你提升起来，这才是最棒的。为什么？因为能力越高，你的运程，它的力量就越大。简单来讲，中农一财运好，我财运好，我一年可以多少？三百变五百，这可能就极限了吧。但是呢，只要郭台铭财运好，哎，各位不一样哦，他的单位是用千亿在计算，的，不一样、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能力不一样啊，位阶不一样啊，所以啊，各位，你只要想要真的让你自己变好，把你自己提升起来，这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同样的运都是财运好，从容易，哎，小沙巴一个，因为我们是低阶的人嘛，我们的能力就只有这样而已嘛。所以啊，各位，我常常在跟你们讲，不要去想太多，你们在学校学的那一些东西。 很多啊！你们呢？出了社会以后就丢了啦。为什么？因为社会很现实嘛，对不对？把你们之前所讲的啊，哦，人定胜天啦、啊，人要提升自己啦、啊，这些你们都现实生活中都把你打败了。但是呢，确实啊，你只要能够刻苦的，帮助你自己能力提升，运势对你的影响就绝对都是加成的，都是加成的。了不了解？就很像我以前。 只是在加油站里面打工的啊，一个月两万八的收入。那各位现在呢？那我问你，我假如没有学过命理，我能当命理师吗？所以，在我学习的那一段时间，我学命理学了十几年了。那各位知道我在写文章的，我是从二零一七年开始写，啊，我是从二零一七年开始写文章，一直写到今天。那各位你就可以知道，二零一七、二零一八、二零一九、二零二零、二零二一、二二。 六年的一个时间，每天就在那边写。那为什么？因为我在前期学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我我有学，可是呢，我说过了，学习只是硬心，它不代表你会。你要学着把它讲出来，把它用出来。这时候我就开始练习把它写出来，写出,出来就是表示我懂。所以说，我从二零一七年就开始尝试在写文章。 啊，我从二零一七年就尝试在写文章，一直到现在。然而呢，拍影片是五年前啊，拍拍影片是五年前，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我的影片，大家都知道我的影片量很大，我的影片量应该是八千多部哦。嗯 m e Maggie 你好哈，我的影片是八千多部啊，我的影片是八千多部。各位，当我开始说我要拍影片的时候，各位，我就。 没有一天停更过的，了不了解？我没有一天停更过的哦。当我决定要拍的时候，所以你们都可以天天看得到我有新的影片。各位，这就是什么？你的能力嘛，你的你的努力嘛，就在这里啊。了不了解？有些人拍拍停掉了，不拍了，没有没有东西可以讲，就表示呢，你就停在那里啦、啊，你的能力没有提升啊，了不了解？ 现在有孕的状态，有孕的状态，你看讲话大声，对不对？脸也圆润，然后呢，肚子也大起来了，对不对？又有大肥肚，你看，这就是呢，有福相，了不了解？哎、跟五年前不太一样啊，嗯、啊，所以说啊，嗯。 人家说五年前，哎呀，你那个样子我不太喜欢。哎呀，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圆圆、肥肥的样子。哎，没办法，有福气的学面相学的人哈，通常呢都会比较胖胖的，因为有运的都比较圆圆的这样子。<laughs> 啊，各位，你在这几年看到我的一个变化，那么刚开始的拍，然后到现在这一种的情况。 我也没有因为流量大起大落，我在那边就不做了、啊。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说过了，我有一个目标在哪，在那里。我要的就是要把五行派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所以呢，各位，我嗯，老老观众也知道，啊，现在直播已经不像以前了、啊，对不对？以前哦，好的时候。 最高有八十几个人在看呢、啊，那现啊平均大概四五十个人在看，那现在哦、啊，哎时长都嘛像这样子十几个人在看，二十几个人在看，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样子啊，我这个 YouTube 对不起我，所以呢我不做了，我会这样吗？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在那里，不会因为人多人少而呢去改变了我努力的目标，所以。 它会促进我不断不断的往上去提升，所以啊，各位，我才会跟你们讲这么多东西呀、啊。了解不了解？我才会跟你们讲这么多东西呀。啊,啊，否则的话，只要只是看钱，只要只是看扣扣的话，应该你就看不到我做直播啦了。了解不了解？只是为了钱的话，你就看不到我做直播了。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目标在那里，所以我才会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去做。除非我真的。 身体啊，人的身体总是不是铁打的，总是啊会有生病的时候。那一种情况我没办法直播，或者是呢有一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直播以外，只要是时间可以允许、身体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一定直播啊。所以各位，这就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在那里？有的话。 很多人都说老师你这样做好辛苦，我说我不会辛苦啊，我是乐在其中啊，否则的话不会到现在依旧啊还在做这种事情。多少人早就已经停更了。我当时候五年前在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流量很大，因为没有几个人讲命泥嘛，对不对？你随便做，品质很烂，人家 YouTube 还是给你大量的影片啊，那个观看量啊。 但是呢，现在你们有做影片的都知道，你做的再怎么认真，流量就那么一点点，流量就那么一点点，它跟 FB 没两样啊。我说过了，YouTube 绝对迟早会跟 FB 一样，啊，就叫你花钱买流量啊。但是各位花钱买流量干什么？只是数字好看而已嘛。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给有需求的人看。你就是有需求，你才会搜寻这一些影片来看。所以啊，流量。 多寡没有关系嘛，好看不好看而已嘛，对不对？哦，你流量很高，很棒啊！啊，我流量低一点嘛、啊，就这样啊。但是呢，我的目标在哪里？那才是会坚持我走下去的。所以各位、哦，你们才会一直听到我一直在讲八字，我一直在讲命理，然后一直在跟你们分享我所看到的一切，然后让你们对八字有更深入的。 理解知道八字，它只是给你运势而已，其他的，哎呀，根本决不决定不了什么。到头来决定你命运的还不就是你自己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呢，我在做命理视频的一个初衷，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啊，当然可以坚持到现在嘛。